Hello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日本的传统甜点白玉丸子怎么做。首先到便利店买到这个叫白玉粉的材料，可以看见原材料名是，这边写的是糯米，日本国产100%。丸子放进去，放入各种美味的配料。一份晶莹剔透的白玉丸子甜点就做好了。尝一下日本媳妇做的好不好吃？いただきます。你会挑说好吃还是不好吃呢？我行。算了，说实话吧。小朋友，你是否也很多？我好，为什么天天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真的画？不好每次吃钢啊！琴